不会。我的天哪，我住的酒店很高，看下面的雪，哇塞，那个车子，那些车子已经被全部盖完了，覆盖完了，哇，这雪。领口上全部堆着吃，街上都没啥人，好冷啊，终于开始雪了，但是我可不想要这么大的雪。今天在贵州的最后一天了，早上我是中午的票，我要去重庆，然后最后一天看去吃点什么东西，本来打算去吃酸汤的，酸汤牛肉，酸汤牛肉超好吃，但是感觉有点远，不想走那么远了，待会儿看吃点啥。哇，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，这就是作为南方人的悲哀。感觉好松软的样子，那也不像冰那种冰块的那种那么凉。在成都没有看成雪，在贵州看成了。哇，这个雪超大，好大呀！然后这边有一些吃的，我就不去找酸汤牛肉了，因为我太爱酸汤了。我就不知道贵州那个酸汤怎么就那么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这两天吃了三顿酸汤，今天还想吃最后一顿呢，结果雪太大了，太冻手了，我现在手整个僵住。本来是牛肉米粉，我要的，让他给我加酸汤，因为那酸汤太好吃了。都不知道在成都有没有卖那个酸汤的，我太喜欢那个味道了，真的太酸了。对呀，所以我都很嫌它明显了。现在吃完饭了，要打车去那个火车站。终于到火车站了。